我才不怕，我怕他弄脏我衣服。怎么会？你看他这么可爱，你看他多乖啊，一点都不凶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妞妞。妞妞，妞妞，妞妞。您的真命天女会和天敌同时出现，并且会具有仙人掌。灿烂阳光下你的笑脸总是会吸引着我，犹犹豫豫的那些春花怎么说才会甜，原来匆匆的脚步之间兜兜转转几遍，一定就是上天的安排。最美的一点是因为你而让我改变。其实咱们女主是不是可以再做些调整啊？现在女主的性格不是很明显。我觉得可以在台词上做一些调整。嗨，莫大大你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入职的这家公司竟然有忘川的版权，在我心里，你就是忘川的男主角，十分希望你能够参与进来。黄小妮。夏小妮，真宇，怎么了？没事，继续吧。这个形状，这模样，太可爱了。我就知道你喜欢仙人掌，所以我看到它就决定把它给你带回来了。盛情难却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仙人掌家族中的一员了。用功呢？是啊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无限的去接近自己的梦想了，所以我更要努力了，努力可以和莫不语出现在同一张卡色单上。那你好好努力，完成你的梦想。我要去伺候的小仙人掌们了。瑶瑶，仙人掌，你叫那么多水干嘛？嘘，他渴了。